另外，人工探险行业第一医生，第二卫兵，天气这么热，冰品就成为民众的最爱。台南有一间制卖传统刨冰的老店，因为料齐实在，就算讲店面无冷气，生意同款是下下叫。加上最近的温度一再飙升，生意是好到做袂赴。同时，这间老店也是南华大学学生食冰消暑上爱去的所在。哦，真爽，哈哈，真好啦，真爽哈！日头赤炎炎，冰一嘴啊一嘴吃落，感觉是透心凉。加上传统的刨冰料济下，而且较无化学剂，所以民众都爱这味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好丰盛的一盘啊，是不是？食了就饱啊，食一半就饱啊，对啊，35块，对无？俗个多啊，个凉个饱。哦，这个销售第一。做起来食较大，真正伊这吼、哦。伊这无南迄个糖精啦，哦，伊个传统，伊个传统的吼。业者表示，过去少年人较爱食绵绵冰、冰淇淋，也是啉饮料，是对传统的刨冰较无感觉。但业者靠着传统的口味，在地经营了30多年，因的刨冰早就拍出知名度，包括当地南华大学生拢会慕名而来。加上最近温度一再飙高，人讲生意是做袂赴呗。对啊，我们人手不够啊，都忙不过来啊。对啊，不能讲数量啊，数量讲嘞那些嘞。甚至各家买大送小，也是学生的最爱。买一杯就给你一杯，但是咱这个头家真实在吼，加伊就给你送一罐，吼，安尼统一鲜乳给你堆满满送你。你有赚到钱？对对对，买大送小。古早人咧讲，趁钱行业第一医生，第二卖冰。这间传统的老冰店虽然无现代化的装潢，也无安装冷气，但大拿在地民众要食冰，拢知影要来吃。人讲生意的大头是真在。真是我们单看花，靠阳光大那点彩虹不多。